要去哪？你亚林部队，你无看到啊？我要去了解伊的状况啦。你即马就冲落去，嘛无法度甲伊斗三共声。陈丁啊！你敢有说安尼对待伊？是闯红灯，我甲班是咧甲提醒的。哪里就无需要？啊，超工开这么紧，甲吓惊着啊！对，我就是超工的，我嘛真讨厌我家己安尼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再看到你关心伊啊，所以你上好观音甲伊分手，以后这个代志就袂再发生了。建明替我出差的时阵，私底下对患者秘密动手术，但是医来医师发现甲我报告啊，我阁唔知影讲伊遮尔好大胆。我要出差的时阵，我都有特别甲伊交代，讲我希望别个医师来主导这个手术。结果呢，伊无听我的指令，我骂伊，又阁全力。伊一点仔都无感觉，伊家己有唔对。周董，你嘛是圣基院的董事，参着这种无听命令、违反病医制度的医生，你认为敢应该继续留落来？建明，你爱做真正较超过啊！你当私底下替病人来动手术，老师长，向你报告了，这患者叫曹正。伊是圣基院的股东啊，我是惊院长得势，而且是曹正的后生阿哥伊的查某囝，心心诚意拜托我救伊的爸爸。我嘛有看过曹正的病历，认为讲哦，伊确实哦需要马上动手术，我才决定要安尼做的。这医生都爱听院长的交代来做代志，不是病人的家属，而且这病院。那是愿意聘请你，你医生照同啊做，啊若无你的医生执照，只会当挂在壁的，迄是好看尔，一点仔作用都拢无。是，当时我知影。还阁有一件代志，迄天王医师替一个患者换药剂，结果送入来手术室，迄个捐赠者，甲资料面顶的名完全无共款。这刀若是开落来，唔那是王医师要去食免治饭，咱圣基医院的招牌要有人挑来，准备好收他。这已经唔是医疗疏失，这事情这么啊简单啦。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，恁奈拢无甲我讲啊？这个代志我已经向院长解释过啊，是护理师送到两间手术房，应该追究的是护理师的责任。我们知影院长即摆讲这个代志是有啥意思？主导的意思是你啊，你无向护理师确认了清楚，敢讲你完全无责任？我甚至怀疑啊，你是条工放水，凊彩挽人的腰子，是为着啊要巴结作假。